天王周杰伦自出道以来就和不少女星都传过绯闻，但如此有女人缘的他，把妹不用情书这招，从老妈到老婆都用同一招虏获他们的心，到底天王是用哪一招呢？我的你深埋在心里面，周杰伦在拍摄新歌手写的《从前》MV 时，在淡水河堤的夜空后置了不少烟火，原来就是喜欢用烟火这招只招浪漫啦。周杰伦还透露，学生时代和女友在大安森林公园约会时，也同样用烟火搞浪漫。而上个月才刚在英国向昆凌求婚的他，也是用烟火这招虏获美人心。周杰伦日前接受专访时也自诩为烟火达人，他回忆在学生时期的某次情人节，为了逗妈妈开心，在家门外打电话给她，请她看窗外，然后就自己点燃烟火，给母亲一个意外的惊喜。 YES 娱乐新闻中心台北报道。